在我们离开渡轮小镇，要前往教堂山小镇，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小镇哦。今天路上一路天气大好，天空超级蓝，山很明显，很舒服的天气。一路上我们会经过这一大片的苔原区，延伸很长很长。白日梦冒险王的主角就是从这边的船下船之后呢，在路边跟水手们一起抢脚踏车，从这边一直跑跑跑跑，骑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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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骑，经过这一个红色的房子，还有旁边的这一个加油站，往右边一直骑过去。我们来重现一下电影的场景。从方向看到的教堂山面貌真的不同。时光啊，我不想长大，怀念我们失去的年华，海角天涯，爱终会抵达，别让遗憾遮住了繁华。我跟大家介绍我后面的这座山，它叫做教堂山，也叫做教会山。那其实它的名字应该也叫做草帽山，因为它长得很像草帽。这个方向看起来它是尖尖的头，对吗？但是很特别的是，它在每一个面向看起来都是一个不同的形状。像我们住的地方就在这个草帽山的对面对岸的地方，看起来它的上面就是平平的一块，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找错了山头，不知道在哪里。然后后来才发现，哎，绕了这座山周围之后，才发现原来它每一个面向都长得不一样呢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围。在这座山的下面呢，就是它的小镇的市中心。小镇市中心其实不大，只有一间杂货店，一间卖酒的，还有大概三间比较有名的餐厅跟一间咖啡厅。不大的餐厅，但是它的景观因为很好，所以外国的游客很多。这里呢也有一艘很大的游轮，上面可以住很多的人，那他们会放游客下来在这个小镇里头逛一逛，走一走，然后采买一些东西。
片豆腐，路边野餐，什么都浪漫。和你夏天躲雨，追着夜风，互相道晚安。和你春天豆腐，路边野餐，什么都浪漫。和你夏天躲雨，追着夜风，互相道晚安。不是在这里，你们要过吗 ？No， 是那里。你走错边了，走错边了。No， 是那里。No， 后面有车哎。对啊。No， 那里。你爸爸他好了。没有了，他爸爸要过来了。爸爸过来，那是那个脚是爸爸，爸爸会把他们带走。你看，爸爸没有带走。过马路要快一点哦，马路如虎口哦。